黑绷带挖出来吃。感觉你在搞我。送给大家七个明星单品。今天做哪个 SPA？ 客人啊，他们店里有一台100万的仪器，带你去见识一下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美好的一天从 SPA 开始。Action！ 哇哇哦！就我们今天在的这个是 HR 的一个美容坊，然后的话呢，它位于梅陇镇的五楼，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今天选择的做的是他们家的干预系列全套产品黑绷带的面霜。我们开始吧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HR 的这个赫莲娜的护理奢华的，对，因为它这个床是可以调的，像飞机的头等舱一样。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专柜买6000块的产品，如果你调用他们的黑卡或赚卡会员也可以，会一年送1到2次这样的一个服务。给你看我的皮肤，毛孔、黑眼圈、黑头，然后你看我皮肤真的很松，嗯，因为我之前很肥。对，是因为瘦了。啊，30岁了，真的。是一道坎，黑绷带的这个干预式系列，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很契合，所以真的我要30岁之后就开始把那个黑绷带挖出来吃。现在在清洁是吗？对的。清洁完了，皮肤感觉水当当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摄影师。我太难了。我要给你做清洁面膜了啊！哦，家里有一支这个，但我不知道它是清洁的，我都是太润了啊，我都是把它当保湿面膜用的。现在用热毛巾敷一下脸，马上就要开始做仪器了。感觉你现在像木乃伊。手要拿一根手持棒。有点小紧张，会麻吗？就已经开始了，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对吧？对，有点像剃须刀一样的那种感觉。这是在提拉吗？对的。我想问你，这可以帮助你很多。这三角图是金的吗？哎，是金的哦，眼光太好了，18K 金的，抗氧化，包括我的手持笔都是纯金的。可以肉眼可见哦，这边做过的地方，就皮肤会更透，毛孔更小，皮肤看上去清澈。这个小熨斗的头专门是去纹路的。阿特这名是带射频的，而且很温和又很舒服。嗯，而且你是感觉到是微微的热。对，眼尾没有。嗯，但是我笑起来就很多。这种其实不算皱纹。算，对。然后是第三个祛斑粉，去瑕疵。这做过去的话，颜色会变淡。嗯。它是帮你去除底层的黑色素，让它代谢掉。现在用这个了。他们家的一个焕肤水。就是我们用水都会有一些动作，会很紧的感觉。对，是真的。就来开始精华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精华叫波波 A 精华吗？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、玻色因，还有 A 醇，怎么有很多面膜去？哇，有点震撼到我。你看他手掌上全是黑绷带，这个感觉，哦，黑绷带的味道。哇，真的，光看着就很舒服。我可以学习这个指法。我答应你。嗯。回去抠一坨的黑绷带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个感觉像在擀面皮。对，那个是捏法令纹，刺激法令纹这边的真皮层。哦。现在是一个低垂的影响的镇静舒缓。这个很适合做一些晒后修复，我觉得好皮肤的秘诀还是在防晒。一定要做防晒。啊，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护理，我真的3-4次我就用完了。
因为我会连脖子都敷的。在暗示小姐姐给我多用一点，不知道她有没有 get 到我的信息。用绿宝瓶水。对。它是一个快速的修复的一个动作，静静享受十分钟，让你皮肤吃营养。现在所有的护理都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再涂一下最后一个精华液。这两支精华它是要先用这个全脸，对，然后这个。这个的话呢，一般你看就是加强的部位，你要去纹路啊，做毛孔啊，就用在局部的地方。做完护理了之后，大家看一下皮肤有一点变化吗？我感觉摸上去就是紧致了很多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呢，送给大家七个明星单品，都是来自于赫莲娜的干预式护肤系列啊，黑绷带的那个系列，多多的抓。发评论和点赞，下期想要看哪个品牌的 SPA 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哎呦，我的脸怎么这么大？先给你用一下精华液。嗯，精华液记得是这样子的，一二一，不是这样。哎，你们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们不要看小杨康这么胖哦。嗯，但其实他的脸很紧的哦。你有什么冻龄的秘诀教给大家吗？有，就是不护肤。不护肤？不护肤？哥，差不多得了，你这怎么了？因为你这里比较多的纹路啊。我感觉你在搞我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他们其他精华就局部重点的。嗯，法令纹、木偶纹什么的，对啊，抬头纹。这还可以，这个用量其实跟你做的那个用量差不多。嗯，我觉得其实给别人做脸也蛮舒服的。嗯，就感觉好像在捏橡皮泥一样。先生，请问您是要办一张80000的卡还是100000的卡？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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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封有个包青天。